この番組は、チャオシー自動車、情報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看录下来实在是蛮厉害，这很像见网友，知道吗？远远先看是不是龙，是龙的话浪杠，有没有？泰山刚好这种事，有啊，看贱货，太没水准。以前去联谊的时候有没有？然后就一群摩托车嘛，然后女生嘛，然后偷钥匙嘛，就妈整群都很丑。然后我说，骑说，那加油站我们去加油，有没有上厕所？你说好好好，骑到加油站我们上厕所，干，我们就骑走了，直接丢包，没漏气的，够没水准吧？你这样比较没水准。没有，我是听我同学讲的，那次我没去。你在胡乱。好像就是你把人家丢包。我带一双带住的，握手牌嘞，1200。萨巴93 L， 泰山，你知道这只是什么？19啊！我靠，你怎么知道？我哪知道？叫 Griffin。哎呀，这个希腊神话的守护皇冠的神兽，不要以为跟我家的神兽汪汪一样。我家的神兽汪汪是在守护饲料的。是。我们家的也是。有，比较挤。你现在你开多久？我大概10年了、哦、对，很久，现在2001到现在是19年哦，所以你大概一半的时间。对啊，我开的时候大概是9万多公里，10万，所以其实你也没有算开多，现在20，那、啊、你10年也才开差不多开10万而已，差不多。可是他那时候最屌的引擎应该是那个红色上盖了。那是2.3的高增压，我那个引擎，那个是 Vegan 正 Vegan， 对，一台台湾正台呀。这个那 V 正 Vegan 全世界只有3000台而已，有没有看到？老屁股才知道的，先把老屁股，你几年岁？我60岁，啊，跟我差不多，很低呢，很低啊，低到你看，轮胎其实也很老呀，真的，这个一定是太低，常去弄到要老呀，所以你这是固定式的，要倒插一点，倒插固定，应该是固定式的，对不对？对呀、啊。天窗 OK 吗？都 OK， 左右有点。对，免惊，我拢有。有备料。我拢有，无迄、那个。你真正你去哪里搞来的？我贴去啊。全部四片弄是哟、哦、啊！你这样别玩趣味，在外面买一些那个包膜贴纸就好。哇，他最好是膜呀，啥都爱玩。一定比处女座，那就处女座。今天天啊！他这是五门，他这个应该是萨巴900的后继，是不是？对。他好像从哈95最后一批2011做完之后，十年到现在好像都没有出新的。对，蛮可惜的。而且我觉得最屌的是台湾的那个代理商真的。当时真的蛮甜的。前一阵子那个召回，你有去搞吗？没有，我没有，我非常。他那是高田气囊。你看他那么久没有在卖车，没有出新车，他还在召回，因为他搞。没事。他搞安诺。我跟你讲啊，这本来代理商就是这样，你每次本来就要做的啊。大家一来就想捞钱，啊，捞不到就跑。这些牌子哦，都被这种代理商搞烂掉，搞臭掉，真的。我跟你讲，这么假。对啊。我的意思是，他新车也没有在卖，没有在赚钱，他还一直在服务，还在招魂。所以我说这种百年老店跟小司机这样，还差99年。
对不对？如果努力一下，如果萨巴再出车，一定大卖，因为大家知道商铺那么认真。他如果在萨巴再出，还是说他有去代理别的车款的话，之前听讲有在谈萨巴。对啊，他如果有代理别的车款，我跟你讲，他会卖翻。我不爱骗，我一定记得起来。你讲啊、哦，伊不花钱哦。好不好？我今天呢，发票要记得寄给他。我这边一波用券无几台。对啊，真的做可怜的。啊，这样要撑呢，还拢要收钱。对啊，有时讲许先生，那你把台车来当我收吧。他已经可怜到说，妈连别的车也要想办法修，帮想办法修，要不然没办法维持。你知道那个排量头很像什么车吗？嗯，欧宝的车。Vectra 啊，他们本来就他们是同，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产线的，他们有一些东西有稍微有共用到。另外，顶头一条 S 就是欧宝一架 Vectra 的那种 Sport 的按钮、欸，这里我来过，我之前去那边收过，旁边那边收大楼下面收过一台 Polo， 放在地下室，它开十几年才开四万，然后放在地下室全部都长青苔，椅子方向盘全部都青苔，对，这打开这都青苔，这个青苔。绿色的，真的，我都快要成为一个那个自然生态环境，自然生态圈都已经在形成。如何？不会啊，他说引擎震动，我觉得还好，真的还好。我入档看看。哦，有啦，入档就有感觉，入档就有啦，有一点，这里都有共振。可是这里面真的有一种皮革味，你有没有？看你比赛哦。没有啊，有一点。他们是用外外面擦。我是无穿裤了。脱裤烂。对啊。哎、欸，他没有上架。哎、欸，以前很多车都这样，那个13-4520有没有？八、九那台也是这样，它只能前后不能上下，就神奇了。136更屌，直接坐死了，连动都不能动。妈的，是你的身高要来配合我，对对对，不是我车没在配合你的，不是我要去配合你的。OK， 天窗计划吗？哦，路虎家。那一边的驾驶座，我觉得很像死的，是吧？哦，不是这马达，马达，哪个马达？哪个马达？这马达，这翁科皮，你要吗？我唔知道，等下呗，等一下，凹一下，他专门在修齿轮的。凹一下就会，科皮专门在修齿轮的，看，现在全世界齿轮都要他修了。欸、好了啦，我跟你讲，听到处女座这车就不太用看了，我们去参观一下75，好不好？带大家去看一下，不好意思，传说中的 Van 啊，传说中的这个后轮驱动的首台的 Alpha 75，干你们那年轻人一定都听不懂。东那个，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变速箱在后面哦。哦，对，配置。资料是这样，哇，处女座就是这样，完全不能超过，这个是他设定好的一个放，没有的，好、哦，摆放是不能超过的。我跟你讲，你看到、哦、这应该都近期，你看19年的12月10000，19年的12月10000多，
然后又翻过来2020年1月又5万，所以你看他光2019年底到现在连续3次，那也花到一个水准就是再差一点点。那皮带啊、橡皮啊、舵轮啊，都换掉，衬套都换掉了。是2000年的啊，不是说2001年的，2000年的萨巴93L。好，正面。加厚几天？纯粹正面。哦，好，这个是，哎、欸，这个哦，这个最新的，你看又是1月，有没有？嗯，有，25000。哇、哦，那是贵宾检讨的开模班。哦，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说，这一台车，我觉得修的你不用，但是你就算你要整理多少，你的立功前后保养嘛，你看嘛，你的让这用在嘛。而且真的是许先真的很热情，嗯，是这样。这个车啦，就像许先讲。真的，它剩没多少钱，可是有时候哈，它意义上面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上面是大过于金钱啊。嗯，真的啦，他怎么卖他都不划算，他妈花这6-7万，我们刚看已经3万多，他最后又补一张2万多。对啊，这还是这几年而已。没有，过年前后而已。对，我刚看是过年前后，光过年前后就6-7万了。对啊，啊，我今晚我写被他出完了，我一直以为是01的。对，因为我看你网络上买啊。我想说哦，不差，零一领牌，没事，我之前看到了，太不差了，2000年跟2007年不差啊。但是当你已经50岁的时候，你在乎49还50吗？不在乎了。那你自己有没有，就是我下来之前有没有一个想法？因为我之前去拍摄，因为有家，我在有车友跟你租，那我坦白说了，因为你一直等我，然后你又跟我说有车友要跟你买，那我就觉得是说，我不知道价格。你刚刚，那我自己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如果现在6万块钱，对，几点嘛？包括了税金，那就6万。嗯，一句话。阿莎莉，简单。我没有啦，我不是要跟你。我知道。我就惊哦。我觉得你我跟你出，刚刚被我等你看就贼，我刚刚拍谁？是真的不是那个一两。我知道，所以我才下来的。我刚刚在车上跟许燕聊就是这样，有时候这个就是感觉，那聊一聊感觉哦，那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嗯，我就是能量到，对吗？好了，如果我现在我的信封里面拿出来的钱正好是6万，将会有几把吗？会，就代表我本来就已经。设定没有啦，其实不够了，我还要自己还要贴，还要再贴吧。哎，可不可以刷卡？当个老板出门，对不对？没有带几个信封袋，妈的！他来带康的啊，你擦吗？干，好可怜，这通告费的信封，妈里面钱都捞出来花掉了啊！要上电视啊，不够干净。我知道。啊，泰山出门有没有带钱？不够多少？结果泰山拿出来。一叠的，像金砖一样，哎，够了，够了，干，怎样？刚好啦，自己贴了，哇塞，贴下别个给他，他有买新车，这个车他去旧换新就多少钱？5万啊，差不多5万。而且我相信，以他这个车，以他龟毛程度，这个车丢出来，车友随便要买个7-8万，一定有人买。嗯。我讲真的，对，我以上一定有人买，但是有人买，一定有人买，对啊，所以我说哈，有时候那个网友啊，很喜欢把钱啊挂在嘴边，钱不一定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事情，对，也是蛮重要的啦。我们没有在缺那一点小钱，我们缺的都是大钱，对。主要就是你车的号码，嗯，阿根把它当我跟你讲，没问题，没有的话。好，我要去买菜了。谢谢许先生，我去拉萨。今嘛人拱手不握手。拱手不握手。对对对，防疫。哦，好，好了，谢谢。谢谢。空气握手。对，空气握手。嗯，所以泰山，你要空气。我空气一下。好。他跟我说要黑白，什么？黑夜白菜跟罗宇，看到。买车就买菜，有没有？贺成家。老板有交代。我的老板，我的老板有交代，对，我需要买菜，他们有波汤鸡啊，我来搞。好，走，我们去开车。好，先走了，谢谢，拜拜。好，那保持联络。保持联络。好，谢谢。谢谢。谢谢。店，要来买一下。这怎么念？酒后。对了，酒后。我刚我老婆买了这个跟这个罗曼，每天都有新的，而且很棒。我刚刚拿到一个，还说，这不是今天的哦。
哦，对不对？就是做生意是跟我们一样，就是诚实。嗯，那就是不是今天的啦。哦，大家进来，对不对？对，好，走了。嗯，拜拜。拜，好，慢慢开。保持联络。好，再三谢谢，拜拜。谢谢。我跟你讲，没有杯架，靠腰啊！我跟你讲，瑞典，好不好？瑞典，瑞典人，我都念 Aki 啊 ，OK。瑞典人没有在喝，开车没有在喝饮料的，喝酒而已啊。对，喝酒啊，酒要放哪？酒要喝放麦当劳纸袋里啊。对啊，那你至少要给我个纸袋嘛。走喽，拜拜。知道怎么走吗？可以。Google 一下，拜拜。我跟你讲，不敢踩太大力，我怕跟飞机要出发一样，你知道？起飞啊！你知不知道人家他之前萨巴是坐飞机起家？对啊，我知道啊，最早坐飞机。他的那个刚讲 vegan 那个啊，那就是一个战斗机的名字。他的广告也都是跟对放战斗机，那就是战斗机的名字 vegan。哎，他这我跟你讲，这沙发好坐，很软。你有没有觉得？有，就是那个他做那个海绵的，就是不愧是做家具的，家具之都。瑞典不是吗？有合唱团嘛？后座出风口。你看现在卖国产车后座出风口可以写在 DM 上，是一个配备。好了，回店里啊哈，因为今天礼拜五，礼拜一完成过户，好吧？然后回去到店里。到定点就这台车就不能再出我公司，除非礼拜一要去过户才会开去验车。嗯，这是我们对客人庄严的承诺，因为还没有过户，尽量不要给人家。对啊，出去要弄丢，干，对不？他刚修狗，他寄存真信来替我拦 K， 他妈他要跟着出庭作证，这个麻烦。这个有时候是二手车，有时候卖着一个小美感，坚持。啊，因为没有办法，时间上为了不要浪费他的时间，也有人是直接约在监理站的、爱心车，对不对？就是这样。那当然是最好啦，只是说因为时间上面不是每个人都没有空。你看他为了要卖更便宜，他、今天还公司还请假。哇，那这个，所以应该蛮有钱，蛮有钱，对，蛮有诚意的，蛮有诚意的，对，妈不要都给他污名化，好不好？其实很多那个汽车工业以前都是因为什么，你知道，打仗出来做坦克的，好，有的是做重工的，对啊，有的专门在做那个柴油引擎的，所以以前那种老屁股流传就是萨巴引擎真的是耐用。你老公萨巴一家哦，就算车撞坏了，引擎还在发动。那像如果是这个以前说阿鲁宾的音响很棒，阿鲁宾的音响，他们就是比较浮夸的说法，就是车撞坏了，影响过来打你。是哦。对。那你知道奥迪的那个车子车撞坏是怎样吗？等会过来倒。哎，等会过来倒。对，哇，泰山举一反三。那你纳智捷的车如果撞坏了是怎样？这样。纳智捷车撞坏了，并不影响它的产值。哇，原来是这样。网友说的。哦。好不好？干，不要出征，好不好？我觉得啊，这不要讲啊，干你等下被真的更厉害。反正这就都是比较浮夸的说法啦。对，意思就是他们的东西都做得很好，很有水准啊。对啊，这个应该当时应该是2.0的涡轮增压，应该是200匹左右了。如果是那个什么，真的是那个 vegan 的啊，或者是我刚刚讲2.3红头，哇，那个就很猛了。那个好像都要250匹了。你不要看在当时200匹，2000年西元公元2000，在2000年的时候哈、做到200匹的车真的没几，但是当然加涡轮是很犯规的。当那个年代涡轮没有现在那么多，现在没涡轮出去被笑啊。那时候有涡轮很屌，真是下回立本前出去会跳台中恰恰就撑全场，看现在不行了。那今晚还跳下？那、我不知道，没去。知道观众留言一下跟我们讲，现在到底要怎样才能撑全场？对。以前我很喜欢萨巴900，因为我觉得那个买不起911嘛，可以买的长得很像911的屁股这样。斜下来有没有？在那个刚进二手车行的时候啊，店里
店长在受训，然后你们千万不要去买水杯车，他妈的有多传统，有这种说法。水杯车就是卡称水水，比如说最早最早的阿提玛屁股是垂下来的。哦，那以他的逻辑啊，现在的 CLA 250屁股也是垂下来的 ，CLS 屁股也是垂下来的，你知道吗？哦，对，所以他妈那个老一辈的教育说，哦，你们要买二手车，以后水杯车尽量不要买。就是屁股垂下来的车尽量不要买，殊不知，对不对？现在屁股越垂越贵。哎、欸，他那时候有电热椅 ，TCS 也都有，嗯，没有定速，还是没有定速。你看这松松啊，这定速啦，有啦，在这，你看跟这是松松，有没有看到？哦，看对调，嗯，哇，熟练熟练，哇，垂垂的，不会啊，这很像棒油的。啊，哎、欸，它这个 很有趣哦，它是这样调风向，360度转圈圈，有没有？它是360度转圈圈。哎、欸，我要下快速道。哦哦哦，哎、欸，妈的，哎、欸，踩下去会跑呢。对啊，贴背呢。拍照哦。什么？没多久了就要踩刹车。踩车。不过这个超车踩下去有感，可是它这个油门哦。有点深，行程有点长。对，我刚踩，一般我觉得应该从红哥还没到，再下去，再下去，就冲。嗨，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变形，有轮噪声。对啊，底盘其实还不错啦。我觉得这个客人哦，这我之前哦，我估车我跟大家讲过。是不是客人的话，有的要打折啊？这个客人应该不用打那么多折，他只会多说，不会少说。嗯、感觉是这样，对不对？没错。但是你多多跟我出来几次，你就他妈慢慢的你就懂得人性的丑陋了啊！不是，你就懂得如何判别好人跟坏人了、啊。对，有时候估车哈，我跟你讲啦，我讲实在的，很多人想说啊，你出来买车，干你你是买回去赚钱。你把车卖给我，不是施舍给我呢？干到我们温谈呢？我讲难听点，这个车我回去我稳赚的嘛？我不敢讲，我真的不敢讲，对不对？有卖掉才叫赚嘛，对不对？有付钱才叫嫖嘛，对不对？钱还没收回来都没赚呐、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可是大家感觉好开心，我觉得不计较的人，我们就付出多一点是没关系。要不然你看我们啊，我们卖这么多车子，这种非主流车款。你拜托我买，我都不一定想买。我讲真的，钱我的，好好的放在我口袋。对，我去买一个这个回来辟谣干嘛？对不对？你说再怎么车况好，也开了27万，对不对？我回去就有风险。啊、哦，没有啦，我只是在讲。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啊、哦，大家就是开心最重要，愉快交易过程愉快，对不对？哦，我们买那个菜有没有叫人家菜要算我便宜一点？没有。没有对，好险我带的钱还够，看我剩300块，哈哈泰山出门都不带钱的，妈好像已经两三次了，妈每次出门问你们带钱不嘞，看真的嘞，好吧，妈出门都不用带钱呢哦，上次我要付你又不让我付。不是，这是一个感觉嘛，不是要你付钱，是要觉得说有没有一个保险在旁边，对不对？你像看一下，干万一买车钱不够怎么办？干我卡、啊，妈，就好了、啊。哎、啊，出去跟在估车说啊，先生不好意思，可以刷卡吗？阿亮、啊，我说可以赶快去领个钱。那就跟常常哦，很多人喜欢去自售，有没有？去网络自售，然后那个哦，哎、欸，先约看车哦，然后看完试完。第一个什么出白辣酱，对。第二个是我回去跟我家人讨论，跟老婆讨论。我把杯。对。好、哦。啊，第三个就是啊，请问可不可以分期？我自售外面银行啊，我不是银行，你跟我买车了吗？你要跟我分期？分期。对啊，这就是自售最常见的几个问题。看这一集能赚到。你如果去 FB 啊，去网络社团找自售啊，那去看车，对不对？你这个问题真的是有用。你看完试完，你就问这个卖家说：“请问可不可以分期？”正常人，正常人会跟你说：“啊，不好意思啊，我自己卖，哦，希望单纯就好了，现金交易，对不对？”对。我又不是银行，我没办法分期，这是正常的哦。对。如果这人是伪装的，伪装自售的，他是车行，其他车行，嗯，
我有个朋友在银行上班，不然我请他跟你联络，我请他帮你弄，哦，干你啊，这里八九不离十。就算他不是车行，他也是跟这个行业有相关的。对，反正不管怎样，就是他比你懂得还多，一定资讯不对称。因为你去买自售，就是怕车行，你跟车行资讯不对称。对啊，他比你奸诈，比你懂得多嘛，他可能骗你。可是你若遇到这种自售，他又跟汽车是相关行业的，那你也算是资讯不对称的一种。反而他更不专业也有可能，他搞不好是卖汽车材料的，看他怎么知道车有没有撞，对不对？对啊，他只想撞外快而已，好不好？这又慢慢被你学到，其实哦，去问能不能贷款这个问题，你可以去试试过滤一下，说是不是他是假自售。真的啦，我常在讲啦，现在每个车行，现在资讯那么发达，每个车行出来都怕破坏自己的招牌了。哦，我们这样那么辛苦，对不对？把这个资讯弄那么透明，哦，让大家觉得说，现在资讯很发达，啊，以至于大部分的车行也希望本着说，哦，我是白电的这个行销方式来做行销。那烂有烂收到烂车怎么办？假装自售。对啊。不要在我店里卖就没事了嘛，找几个笑脸啊，对不对？还是找一些他妈缺钱的那个的人，然后说安全破自售一台给你抽多少钱，卖不负责任的，卖不影响招牌的，要不然你说这些车况差的车跑去哪里？我跟你讲，不可能全部报废的啦，对不对？对啊，你像我上次估一台X6啦，好像2011几年我忘了啦，2014年左右啦，已经开了30几万公里了啦。那个车，你觉得它报废，最后会报废吗？我跟你讲，绝对不会。它一定有人会用很便宜价格跟他收。他来开到店里要卖，我说不好意思，这里程数我没办法，连收都不收嘛。那你说有没有车行会收？我跟你讲，一定会收。那收了以后怎么办？在自己店里卖会出事啊，或是调表啊？那当然就是他妈想办法自收。一台X6呢，开三，因为开30万还可以开啊。那就要报废吗？好像也有点浪费，对不对？我是觉得说，你只要反映它应该有的价格，有人愿意买 ，OK 啊，对不对？人家卖150，啊，我就因为他跑30几万，我卖50，干差100万啊，30几万啊，你可以开X6，屌哎，你要不要买？买啊！真假的？打电话叫他回来。你可以找一台30几万的野马。你说跑30几万的野马吗？哎，讲那会变成半残马，你知道吗？残废马。也不过我觉得它仪表设计很漂亮，我觉得蛮漂亮，很有美感。理由啊，简洁，然后这边三，看它这样。你知道这个表的设计其实也有学的一种，对吧？像那个手表拍照都要转到10点10分拍照，你们可以去观察，你知道手表。要转到10点10分拍照，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哈、有几个含义。第一个，时针分针不重叠嘛。那你把它重叠起来拍照一起没戏。把它盖起来，对、啊，对不对？才能让大家欣赏到分针跟时针嘛，对不对？对啊、然后第二个含义是，这是一个 V 字形，胜利。哦，微笑的意思。啊哈。有，他利用8:20，你看人家变成9，哎，你靠哭脸啊。酷酷啊呢 ，QQ， 好，不好看？好看小时长知识，好不好？今天妈又教大家一个，下次你去看手表，第一眼都10点10分。你、左边侧车道到底是什么？高承载的。我看妈的，大家也是看得很开心啊。我怎么相信可以打到高承载啊？随时都是高承载的状态，现在又是满桶，所以我高承载。我后面坐满人，你也没看到，对不对？你像日本都不能听歌，对，前后绝对不能听，它就是要让你透过车窗看到前面的车况。对啊，这样才安全、啊。你看现在妈的，我就看不到在整个前面的，看不出去。你看前面哪一台车可以让你透过去的？没有啊，前面有一台看得到。哦，阿巴隆，它是隔热纸褪色。是啊。不过我真的觉得验车应该要验的。你隔热，我让你贴啊，那你贴那种高透光的 OK 啊，因为台湾热嘛，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法规要与时俱进嘛，对不对？
台湾热啊，我们可以修改，我们可以贴啊。因为为什么？干呀，你拿一个出来说鸽子以后不能贴了，把你以后就变成全标。你是要贴鸽子的产业有多少人啊？进口上啊，高铁便当也吃啊，菜也买啊，也快到了，大概快下山了。好，这是今天的你要卖多少影片，跟大家分享千年的萨巴93 L 五门的斜背的。喜欢每片要记得订阅、分享、留言，拜拜。Have you ever fallen out of love? We hide and play dumb or change the station to push turns into shove. We get so clever at covering it up. Everyone knows our hearts in their holes, there's water in the boat. Bittersweet words dancing in my mouth, but I can't get them out. Truth is I'm tired of lying to myself. I've been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went wrong. Oh, was it wrong all along? Truth is I'm tired of lying to myself. I've been trying. You ain't the one. Our time is up. I'm moving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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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 talk in circles and never bring it up. Just me and you, table for two, but we're not saying no.